挑战者将用他极致的挑战告诉我们，生活当中永远不缺少美，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具有观察力的了不起的眼睛。掌声有请挑战者。欢迎来到挑战者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玉恒，来自北京。其实你一上来让我稍微有点失望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我形容说这个人有着一双神一般的双眼，我想象中就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，结果上来以后眼睛跟我也差不多大呀。可能心态不一样吧。哎啊，哇，大师大师，您是哪座山上的呀？他是真有点像住在山上的，有点那种飘然欲仙的气质啊。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清华美院。中国有个成语叫洞若观火，但今天我们的这位选手把洞若观火这四个字做了全新的演绎和发挥，而且让人完全无法想象，完全无法想象。来，上道具。哇哦！哇！这是把哪个寺庙里的烛台都拿来了呀？现场共有200根点燃的蜡烛。评委们从中任选一根，挑战者观察后将蜡烛放回原处，然后挑战者在180秒内找出评委们指定的蜡烛，即为挑战成功。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每一个个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呀。对。它不是一个稳定状态。可能在这一秒，我们三个人选，比如随便打个比方，我们三个人选了27，这一秒它是这样的，然后给王玉恒看了之后，王玉恒看的是吧？放回去，到下一秒钟的时候，它就变了。所以你怎么来看？所以他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要看完。蜡烛要越快越好，你烧久了以后会变形，所以速度很重要。180秒，200根蜡烛，一根蜡烛其实分不到1秒钟，这是完全不可能。来，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等待区，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眼罩给他戴上，请三位可以到台前选择。你这样会烫，是这个很好认呐、啊，这个很好认呐、啊，S 型。哎，等等，华健说这只 S 型在这边。再换。哎，对不起，原来都有 S 型的。我们选好了。选好了吗？好的。好的。现在我们有请挑战助理把这个火苗送到观察者面前。请记住目前火苗的方向，包括稍后观察者观察的方向。摆回来的时候也要按照他观察的方向去摆放。挑战者现在可以开始观察火苗。观察的时间我们不做限定，直到他觉得完全听懂了这个火苗的语言之后。任何微观察都是同样的道理，形状、颜色、样子跟它的特征，在群体里边找特征。我觉得如果特征越多反而干扰越多，就会成为一个相反的观察动向。
行，可以了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么快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哇！好的。四个字形容他，那是一个世外高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挑战者的眼睛蒙上，有请挑战助理将这根蜡烛放回原位。慢慢的啊，来，确保这个方向。稍等。挑战者做好准备了吗？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，当他走到烛台前以后，我们开始计时，三分钟之内他必须找到，如果找错或者超时，挑战就算失败。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归位。计时开始。的脸，看着他靠近我们挑的那个的时候，然后开始紧张了。点燃之后，烛芯一直在抽搐摆动，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当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在200根蜡烛里找出那一根，确实是非常艰难的挑战。还剩下35秒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王玉恒现在依旧很镇定，他还在仔细的辨别，进行最后的确认。剩下15秒。六十一号。哇哇哇哇！这是什么回事呢？口水都流了。
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哇！哎，我真的一身冷汗呢。他出61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简直……小撒使坏，我们开始选的是59，他还给换了个号。我换号是因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相信各位啊，我是做好所有的一切的防范措施，我怕万一，那个送蜡烛的女孩关系好，站在旁边说，我是赢，我是赢，外地妇女，我天，太震撼了。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哦，真的特别特别不可思议。但是你还是有你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这个竹心就像这个手指头一样，它会有一个基本的形状。这个竹心你歪的越大，火焰就会越宽。它即便摆动的话，它多少还会留下一些其他的特征。你那个观察的那么厉害，你视力一定很好的。没有，我其实视力很一般。一年前眼睛受过伤，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是失明状态。失明？啊，哪一只眼睛？有一只眼睛，这只眼睛。右眼几乎失明。失明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就只能坐着睡觉嘛。到那种就是连躺下来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知道，你对光明那种渴望。右眼受伤的话，左眼的视力会更强，他的右脑更会发达。所以他跟常人不太一样。你对这个唯物观察的能力这么强，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运用过？我现在就帮一些公安机关在找犯罪嫌疑人。哦，我刚才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感觉好像他跟你是同行似的。他好像跟我在，有某些地方是气息相通。所以我只能有两种结论，要么找对，要么找不到。对，我不能错。哦，对，很好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三位表态的时间了。是，毫无疑问，能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，祝贺你。超强的观察力，丰富的想象力，王玉恒用独特的微观记忆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，让我们惊叹于人类挑战微观察极限的神奇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迎接王玉恒进入荣誉殿堂。